刘胜元、申明义、王万春、刘子明、廖宗堂、马岳、杨根富、周春旭、史日成、江清华等四位模范警察到达台北火车站的时候，内政部警政署的副署长林志贤率领着各警察机关首长和代表200多人，在火车站第一月台热烈地列队欢迎他们。他们都是工作认真、不辞劳苦、破案有功、除暴安良的模范警察，也是社会上善良人民最欢迎的、最需要的保姆。